白头发老头啊，白胡子老头的什么什么蹦蹦白的啊，什么什么拐棍儿啊，说的不那么利索啊，毕竟我不是说相声的啊，我是 YouTuber 啊 ，YouTuber 自媒体人啊，自己白话啊，自己白话还不算完，还得把这个白话啊，白话给将近8万个用户啊，8万个客户，8万个客户啊，好家伙，这都2年多了，才79000多客户啊，79700多，是吧？不像人家有的人啊，人家随便一做好几十万，这家伙这差距啊，没念过书，是吧？没上过大学，是吧？没上过高中，他就是不灵，是吧？扛大个的出身，是吧？底儿潮，活糙，是吧？哎，书是没少念，2000多本书啊，是吧？但是不系统。知识点是不少，但是系统性稍微差点，是吧？哎，多漂亮的地儿啊，人间仙境，人间天堂。这停着一大奔，这大奔像是一个滴滴，像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优步啊，一大奔，开宝马坐大奔，还是开大奔坐宝马呀，是吧？有这么一说道啊。